怎么？你是觉得我？我是觉得你很帅啊！有比不上少强吗？跟少强没有关系。少强啊！二哥讲话。二哥讲话。二哥讲话。大家有看到草梦被打吗？是哪一part的预告被打？公妈天啊！哦，公妈天啊！就是昨天录得很凄惨的那一场。你是没跟小孩说了？这么的代志，刚刚那个人大声啊！囡仔，我特别公妈的面头前，好好教训你。严重啊！放住！你给我闭嘴！还是没人做一半。Boy， 好，给你了。感情这么不好，对，什么要结婚了？对我也很吃惊，好吧？没关系，我们也很吃惊。对，你看大家都说你帅耶，怎么很棒？怎么？你是觉得我？我真的觉得你很帅啊！你有比不上少强吗？跟少强没有关系。少强啊！二哥讲话，二哥讲话，二哥讲话。魏家出大事，然后遭你报应。叶嘉纯好像会有报应。杜承恩踹雷弹，杜承恩也踹雷弹。你有踹雷弹吗？我踹雷弹啊！你有踹雷弹？没有看我今天一直很紧张，都不太。我现在也很紧张，我也不太聊天。我想说，我想说我们的本哇，要是这些都是钞票有多好，有这么厚有没有？你看这满满的，满满的。你知道刚刚他们问我，刚那个副导问我说，承恩你洗澡要多久？他们也问了。他有问你吗？当然有啊，他就问我就是洗澡跟重新梳化要多久。你想想看，可是我说我要，那你要多久？你洗澡多久？至少20分钟，而且要看那个灾难。No， 你要看灾难是什么，它决定了我们洗澡要洗多久。也是。有没有？你像菲菲那个，请问一下，你20分钟洗得完吗？那我们两个加起来就要40分钟了。对不起，而且我要先洗。没有，那个洗澡间有。正间而已。对，可能要2个莲蓬头啊。我等一下。哎、欸。